上市后股价便跌跌不休，两个月跌去 40%， 2300亿市值灰飞烟灭。独角兽有毒。8月18日周五，工业富联601138股价报 14.62 元每股，再创上市后新低，距离其发行价 13.77 元每股也仅一步之遥。2018年6月8日，工业富联以 13.77 元每股的发行价登陆 A 股市场，上市初连续走出三个涨停后便打开了一字板。6月14日其股价最高涨至 26.36 元每股，随后便一路下滑到如今的 14.62 元，最高跌幅已达 44.5%， 而处于濒临破发的工业富联，短短两个月时间市值更是缩水于2300亿元。作为独角兽的工业富联36天火速过会，募集资金 271.2 亿元全部获批，成为资本市场上的网红。如今股价跌跌不休，工业互联网仅是噱头。8月14日，工业富联披露了上市后的首份财报，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1589.94 亿元，同比增长 16.29%， 归属净利润 54.44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24%。 同时半年报显示工业富联的负债合计 1237.28 亿元，其中非流动负债仅 2.03 亿元，流动负债占到了 99.84%。 而工业富联的总资产为 1844.89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达 67.07%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工业富联以工业互联网概念寻求 A 股 IPO 时便曾受到市场质疑，它究竟是科技龙头还是代工巨头。在过去的十几年间，富士康一直顶着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商头衔，但随着劳动力短缺和人工成本上涨等压力，代工企业的利润大幅降低。对此，早在2011年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便宣布了百万机器人计划。而对于面向未来，工业富联称公司将持续投入研发费用，并全面布局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。2018年半年报显示，工业富联上半年人力成本同比下降 11.91%， 不含研发人力成本。但对于具体用工人数的变化情况，工业机器人普及程度的公司并未说明。目前百万机器人计划的进展还没有完全实现。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副总裁陈冠奇曾透露，富士康已经有非常多的产线和工厂实现了完全自动化，不需要人，甚至不需要开灯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熄灯工厂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独角兽终会露出其真实面目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